凉菜鸡呀。你看鱼都不吃了，你看。啊，鱼不吃，不要不要丢了，留着再去别的地方丢。这条鱼哦，这只鱼好，那你比较多了。不用了，不用头也是会健康。好，那我用这个鱼油头，这样的。你头那边鱼没办法吃啊。没关系，你看很多人。这是，我直接全部倒下去了。不要浪费了。对呢，就说客家人。他就不吃了。这鱼太少了啦。